今天台北的啊。
鱼货满仓，更是一个象征型的意义，圆满丰收的代表。再来，刚刚看到了是在我们野柳港保安宫前面举办了重头戏，就是神明进港，由我们野柳在地的子弟兵、信众子弟扛着神轿游过对岸，也代表了一种进海，并且进港的仪式。在刚刚进海巡洋、鱼货满仓、神明进港，一直到现在要进行的是神明过火。所以呢，在我们沿着神明进港的活动当中呢，都有水里来火里去的象征意义。待会呢，马上进行的是神明过火的阶段。